定法，它的司法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要探讨一下，因为这个弹性法这个书名啊，最初见于《汉书艺文志》，所以《汉书艺文志》是东汉时期张力时期那时的一个著作，他那时候成熟的著作，当时对这个弹性法的技术描述就已经引用了一些文字，说他是这个他的原始这个意义是什么，他咱先说他的这个来源嘛，就是弹性法在《汉书艺文志》有记载，也是唯一的记载，历史上这个记载是怎么来的，它是根据西汉时期刘向和刘歆他们父子校订书这个古书的时候写的一个题录，那个题录上就记载了这个问题，记载了弹性法这个书名，就是经方十一家。所以说这个汉书并不是弹性法第一个用弹性法这个书名的，第一个用书名的是谁呀？没有记载，但是只记载了这个班固的这个汉书，他写汉书的时候引用的是刘向和刘歆父子写的题录，引用他们那个题录。这个题录是怎么来的？题录是刘歆和刘向父子二人在奉朝这个皇帝的命令当校书令，就是当校正书队的总官吧，当教书，我现在说的文化部长吧，当这个文化部长的时候，他组织了全国的人士对民间的艺术这个古代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在这个整理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名字弹性法。这个弹性法是怎么回事了？再往上找还有根源吗？有，还有是什么？因为刘向和刘歆他们父子是在汉武帝之后第三代皇帝，好像第二代皇帝的那个阶段开始整定的这个做的教书工作，在此期之前有没有啊？有没有弹性法？不知道。但是最近就是我写最后这一本书的时候，恰恰发酵了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什么问题啊？弹性法是哪时候来的？怎么来的？它的根据刘向是根据什么来的？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追溯到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要查这个问题啊？因为查的是，就是还是说上午说那个水火这个阴阳五行合流的问题，追溯这个问题的时候查出来的。因为阴阳五行和这个合流对中医学的影响最大，而且流毒到现在，这是流传到现在，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证明，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必须要说它的本源，找它的根在哪来。结果找到什么地方？找到战国末期周延，就山东，大家有山东同志，这个山东这个地下的地下学宫的那个学派，这个找到那时候，但是他跟这个汉书有关联吗？也不完全有关系，也断中间有中断，就是说刘向和这个刘歆他们找这个古书这个根据的时候，因为现在因为焚书坑儒把这个文献都给烧了一部分，但是对这个破坏了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流传下来。流传下来这一部分传到西汉，因为那时候他是这个西汉初年，是刘邦开国定创建这个汉朝以后，他运用的文官是张苍，还有一个张苍是秦始皇的这个宰相，他结果刘邦他见过以后也仍然是根据这个刘邦这个张苍的意见来执行一些问题，所以说在国运上他运用的是张苍的这个意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对这个古代的文献
有一部分没有得到发展，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所以古代在这个汉代以前前秦时期的文献著作，大多数没有书名，没有这个书名，就叫《太乙经法》了，或者叫《神农本草经》了，都没有这种书名，都是以片名为主，或者是不具这个书名，都只有一个片名，或者是没有根本什么名字都没有。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书叫《诊记》。就是先秦时期有一个诊，这个流传下来的一个诊记，这诊记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咱们高一都知道，这诊记啊，是这个第一部医案著作的这个记录，第一个医案著作。咱们现在这中学也这样写，第一个医案著作谁呀？是淳于意，也是山东人，淳于意。他流传下来的，怎么流传下来的？淳于意从小是个，也是个小官，官职不大，也在山东这一块。他接收的是这个，一开始跟着这个，公孙瓒学艺，公孙瓒学艺学了时间以后，公孙瓒感觉着，他这个学的不错了，把他的终身他所知道的，他所会的都交给淳于意了。没什么可教的了呗，而且公孙这个淳于意非常聪明，也非常这个爱学习。他就说：“我把我的东西都教给你了，你再另找老师吧。叫他教你，教谁呀？他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就是公孙瓒的同父异母的，同母异父的弟兄，叫做公孙延庆。这公孙延庆，这个。”这个公孙瓒把淳于意推荐给他，推他，他就认这公孙延庆的作为老师。公孙延庆得传的是什么？是皇帝和扁鹊，就先秦时代的，传给他的一些这个技术，技术包括什么？包括脉诊，包括这个方剂，针法，还有奇经，都知道这个扁鹊搞奇经的，奇经八脉，就这些东西，而且还有。包括一些口传的没有文字的这个记载，但是它是一些秘方子，一些秘方子，所以说在秦汉时期不能流传的东西，公孙延庆得到了这一部分东西，就是它的这内容。内容结果，它里边这个淳于意跟他学了以后呢，因为这个公孙延庆教的这一部分，他由于看病的东西，这里边呢，它一个脉的顺逆，就是逆。四，那也是重视四时气化的，它是顺四季这个气化作用的，气化的这个病理算顺症，如果逆四时气化的是逆症，就是不可治，治不好，它是有这么个鉴别诊断。这个诊断对公孙延庆对这个公这个公这个淳于意来说非常有用，他都能不看上这个病，我知道能判断你这个病能好不能好。所以你这是逆症，我治不好；你这是顺症，我能治好。所以说，他有这种具备这种长处，招他的人特别多。但是，他有一个原则：我治顺症，不治逆症。就是不能治，我一看是逆症，我不治，那叫六不治。也才六，给他编全他六不治呀，我这不治那个。就是说，一看顺症，我给你治。这样呢，他的一些。用现在比较现实的说法来说，服务态度不做得太好，因为他也不给他在这儿服务，有一部分人不服务，一看病我也不好治的人，我不看了。这样情况下，有些人对他不满意，社会上对他也有不满意。社会人什么不满意啊？老百姓穷看不起，这你也不给看了，你我有病得的是逆症，你也不给看，我没办法，这无关紧要。但是得罪了权贵们，这事行吧？不行。那权贵他说你不说你那是逆症不治不好，他说你不给他治，他说你服务态度不好，这样得罪了人，得罪了一些官员，就告他说你淳于意，你这家伙把我不治，把我治死了，把我给拍害死了。我家有人得逆症了，被好了。他说这样说，他说拍拍他，说这样说，
他说着他不说着，他这个告他出纳粹眼儿，他说这个春玉贪污，他是贪污官，给现在抓贪腐犯呢。这样呢，就是春玉要受到惩罚的，但是那个首都在长安，说要不像现在还得怎么调查能调查，就他本人一通知你是个也是官员，你就上这来复发吧，他的自己都得要去。那时候比较朴实，跟现在不一样。他要去复发去，复发的过程当中，这个陈毅很感慨：“哎呀，我干了这辈子这学治病，落个这，落个犯法。”他就感慨，非常感慨。他说：“我要是他有五个姑娘，但是没有儿子，他就感慨说：我要有个儿子多好，能替我出出气，是吧？帮我办个事儿。”这个他的第一个这个小闺女叫缇萦。我们都可能都了解这个故事，叫缇萦救父这个故事。这个缇萦就说：“爸爸，你不用担心了，我随去，是吧？我去办事去。”就是缇萦和春玉他们两个人出发，从山东出发到长安去投案去，那是也叫受法受刑法吧？受什么法？应该法律规定应该受什么法？应该受刑，肉刑。这肉刑什么意思啊？要鼻子拉掉，拉一个左脚趾头，拉一个右脚趾头，这是他的刑法，什么这个程序，他应该受这个刑。但是到了长安以后，春玉就上入宫了，都给朝廷说了，我来了，报到了，是吧？现在这公安局报法院报到的，我来了，然后犯法来了。这个他这个姑娘呢，都在饭店住下，住下写了个状纸，准备南轿含冤。结果这一天一打听说，这个文帝。但是皇帝是汉文帝，汉文帝要从阶前通过，要在这过。这个缇萦这个小姑娘才10几岁，写了个状纸，一看来了，皇帝来了，在这个马前这个轿前跪下，把状纸一肘，大哭不啼，说喊冤喊冤呐！一喊冤，哎呀，这个文帝。汉文帝一看，我下边一个小姑娘喊冤了，是整什么事儿啊？他就说：“我父亲怎么怎么着。”其实，汉文帝他本人，他的母亲是因为吕太后专政的时候被排挤出宫的。这个他母亲凌兆塔在民间流浪了多年，在以后他又回到皇宫做了皇帝，他是皇帝这么来的。所以说，在避难的时候，这个宋文帝。他本人受尽了辛苦，也受尽了别人的这个糟蹋或者这个指责，也非常处处难为他。他本人有这种苦难的经历，说一看下边一个孩子，小女孩来喊冤呢，为他父亲喊冤。当然那是孝道，他是比较孝顺的一个孩子。所以这就说你什么事啊？就说他爸爸受到别人的这个诬告，说也是犯刑法了。这皇帝一听，哎呀，这个孩子跟我那小的时候，这处境是完全一样啊，因为他母亲就是那时候被我那受到别人的排挤，没人拿着蛋。现在他这个处境，跟他是一样。哎呀，说这还这么点小孩子，跟我当时那时候比那时不一样啊，就可怜，这疼爱这个小孩，所以说把当场的准了撞了，行，赦了一罪，这个。缇萦提的什么条件？说我代替我父亲来受刑，把我父亲放出来。他主体思想是这个，说我爸爸没病，没罪。结果这个汉文帝放出来以后，把这个这个谁这个缇萦他爸爸放出来以后，不都放出来都拉倒啊？这事，因为他毕竟是个明君，要审问这个陈毅。你在这个一生当中，治病过程当中怎么治的？你跟谁学习的？学的什么内容？怎么学的？你学了怎么治的？怎么治的病？这个春玉就一五一十的把他的治疗经过，回忆了一些病例，这个治疗过程怎么他的医学怎么发展的，把这个过程记，这个汉文帝把它记录下来，一共是25条。这25条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史记》当中的这个真谛，
他不是纯有意识的，我治一个病，记住一个病，为了保存给现在一些，为了总结经验，为了找他回来找他这个失败的这个教训，这样的病例，他不是，那是海尔文的神论纯意做的记录。在这个诊罪当中啊，有一条引起了我的重视，什么哪一条？就说这个汉文帝问他说你跟谁学的医啊？他说跟刚才我说的那一条，跟谁这个公孙先跟着公孙贯，后来跟着公孙延庆，后来怎么学的什么内容？学的是针法脉法，还有这个诊断，还有这个用药怎么用，学的这些东西。这你传人了没有？叫人了没有？叫了，叫谁呀？六个弟子，张三李四这说了六个人，都教的什么？教的内容也不一样，有学针灸的，学诊断的，学什么都有。其中有一个人叫冯信，这六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冯信，这个冯信给他教的什么？冯信说：“你来学学这个。”冯信问他，问冯信：“你来做什么？来学什么？”我学正法。正翻，正翻是什么意思？改变指导我的初翻能达到正规的程度，就是这个意思。要变四时，变阴阳顺逆，变这个辩证，要这个阻止按贪药的这个药味，它这个来阻止犯罪。学的是这个，学的是这个这几个字，实际上用了12来个字表达的这个意思。我这个我上记着，我还。不用找了吧，就这十几个字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正是《汤液经发》这四个字的缩写。那他那十几个字就正说明是这《汤液经发》这几个字，所以说我判断我们的《汤液经发》是刘向或刘歆在整理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当民间文献当中。发酵了，纯意，当然也包括在宫殿的那个落实的这个诊地也那就不用可能了，得完坛式，就是因为纯意这个刘歆整理这个古代文献，当然是要用皇宫的文献为第一这个材料了，那都是宋文帝这个汉文帝记下来记录的那些东西，在皇宫都有的东西，说是可以说是那个。就是那个那条，就是《汤液经发》记录的那些内容，是《汤液经发》。